哎，准备撞，我撞。好，你撞哥。你去。贝甲王走开。哦。不是贝甲王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喂，好了，掉落物。都在了。是墙护体，阶梯护体。中间吧，还是好走下面？你那滑梯那边，有五本了，叫不来啊这边啊，太窄是不是？太窄了，还谁的？好，我的，啊，尴尬的死了，两个叫一样，然后却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那脚怎么还在啊？不然你怎么还在？至少有红菇了。麻痹蛙准备好了。真的，红菇。啊！有，我看到了。是。假的呀。哦，断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来放马线，一个小子。Oh my god， 不用放。哎，我吸到了。哦哟。哇，拖不起来。哎，卡住了。我想说要把你拖起来的。然后下来了，好快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撞我！走！我来啊！差一点点啊！怎么你叫的好像我这边一样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我刚刚有个麻痹蛙在我旁边，可以撞，可以晕了，我再撞会晕了。要加血是不是？没有石头哎、欸，有看到什么？虽然我有，我来生气了，哎、欸。生气啊！还会降落的呢。哇！哦，我飞起来了。哎呀！被他哎，个尾巴锤死！小心！哦，我想说小心，这个是不……哦，好下流。
哦，没敌意。啊，发生什么事？我的怎么突然被中断了？好像是第四次了。没有，他咬我了。我刚才看到，刚才丢什么东西给他，面红死了。给我换。我忘记有关静音了，可恶。我想说，他突然停下来。有尖锐袭啊。哦，哎呦。啊，我不是要这个调查报告了，我是要解封密啊。可以撞吗？哦，已经撞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起来还可以再撞一次，应该刚好可以撞那颗。哇！哎！哇！哇！啊、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可以抓。啊，可以抓了。我没有尖锐石，可以提一下。乌巴。你的脚忘记，好像是武器吧？啊，那个啦，贯通弹的重点。哦，顺龙重点。哦，都是钢爪、啊。一颗，多的钢爪。哎、欸，就是不给。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是两？你以为去那边挖就能逃过我了吗？我那一下真的是有英雄判定，又新了你，古龙大宝玉，你还想来啊？哎、欸，抱歉抱歉，我不去我不去。你还想过来？我在这边了。这有打到吗？没有，我要再接一次。多接多接。古龙大宝玉，会长一个钢脚都不给，因为我两个钢脚，你倒要死，我一个钢脚都没有，毕竟你的大钢脚吧，谢谢，我一个钢脚都没有，生者必灭大钢脚，快哭了，所以你没有拿到脚，我没有，全部都是爪，他给了我一堆图样一模一样的爪。同一个图形没错啦，我没有拿到。我这里有三金两银的四人训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打到调查没？好累、哦。那把我那个打完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两次绿劫四人一金三银。靠北要接了啦！哦，抱歉，我就打到有没？我来了，谢谢大大。我再多帮你挂几天台，太棒了！哈哈。被丢包哎、欸。我也是，丢在矿脉前面。谁吃饭？不，谁吃饼干离麦克风那么近啊？哎呀！我决定吃招财猫的幸运的。
气到死。哎、欸，你飞错地方？还在哪里啊？有妖鸟的地方吗？好像我快要走到陷阱了。我怎么都是猫的吸引仇恨好手啊？是陷阱落石，还在落石那边呢、欸。可是他是不是要继续？对啊，如果你们没有去鸟他，就会往上走。那、哦、吃什么好啊？我要赶紧去揍他。对，他往上走了。哎，要走掉了。欸、没有，现在才开始、啊、走了。我可以现在把你引回来。不，他们去八区了，去八区。来救！倒好了，我能走得过去。啊、我走错地方。就五号营地还好，感觉直接从十五号营地飞比较快。啊、你们到了是不是？嗯，我们就过去。好。我回去客家一下。啊，我自己有带，不要骂我。哎、欸，他这是在一号营地过来。一号哎、欸，好近哦。我等他来。那就可以打了。他自己去弄到了，直接中奖。还不让我抓？不是啊，我带到生肉了啦，这不是生肉干啊。你可以把肉放地上啊。我上次就这样子打到一半放地上，才装冲过来咬。他等下起来就红了吧？没有，没有什么金头，谁呀？谁呀？哦，小金的温泉银猴，哎，还行。都有嘞，不是他突然走过去了，正在走，又到五号营地啦，五号营地比较快啊，金色的，哎、欸，别，可以了，那你们的脚印了，我完了。看到了，你的最后一下让他晕了，也就刻那个特甲榴弹，他继承你的意志，继承我的意志了。哦，猫子你怎么卡不动了？你是不是断线了？你再撞一次哦。好，我看猫子你不动了。哇。对，他离开了。玻璃应该只能再敲一次了吧？你刚才对啊，引到墙壁边啊。对啊。哎，他晃眼。断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你站着拿举着大剑不动，我就知道你断了。我离开再加你们那边好了。可以啊。还有一个位置。要撞了。好。哎，我没逃生，我对不起。哦。可以，我有事。Sorry， 我的错。等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的秘药还没死，完了。啊！你不要闯我，反正。啊！不要再打我。哎、欸，按错了。哎、欸，有、欸、哎，中了。
我跳到那边去。我准备好把它卸好了。拿火了。马线好，等等。哦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哦，越来越长了那尾巴。打一次没针，打第二次。你天嘛你啊，走都不过来。倒了。他刚，他发生什么回事啊？哎，大熊彩。哎，好。大熊彩。加油啊，大熊台！你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我上到驯龙了。驯龙高手。驯龙高手。逆袭，以我做起。上。哎呦。再冲！没、哦。我有。好，我痛。可是他离他墙壁太远了。哎、他走了。他跑掉了。那个没有，他是来打。那另外一个也走了。没有啊，我是踢哦。完了，这边是不是太远了？哎、欸，磕，远。我先把我的钱拆掉。很滚哦。他没有事情。哎、欸，这里不知道可以。啊，完了！哎呦喂！可以再撞一次。回来。是的。你错了。我的弹药还没好。现在甩尾巴了。那尾巴最舒服。打错了。干烦不烦啊，再来这句。这个不是我的控制啊。你就不要再尾巴哦。不是啊，你再头再尾巴他都是这样跑啊。他刚刚是要跑还是快挂？对，他本来要跑。还先跑啊！啊死了！哎呀！我以为是抓起来了。我只是随便放放的。我没有说他会死。我说我都看到骷髅了。哦，是你看到骷髅。讲一下。我忘记我一关麦又踢东西。有没有贴你？给不给？哦，给了啊！他给我两颗。闭嘴！Shut up! Don't tell me that. 什么呢？头血体秀哦。耶，可以暂时要面对驯龙了。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叫做雷狼龙。哦，那还好啊。啊，雷狼龙，好了，在大监狱哦。这边好壮。雷狼，还是不然帮我打个盲二好了。去哪？你去哪？我以为这边可以撞到对面墙啊。看一下有没有盲二比较强。我说他去哪？哦，盲二哦，借我力战。N 级力战啊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这边跳了一个，你是不是打到肩膀啊？我看一下，啊，再等一下，看别的，不能了，哦，不行嘞、
我刚才拍一下、欸，雷二龙，所以他只能拍两下。雷二不行。哎、哦，我有三金两，四个接。那我就换别的吧，武器，那有点累。我要那个尾巴。又没成功。有成功。敢笑龙种，别笑龙种，笑龙种，没有笑龙种，只是有大型魔力。我也是狩猎大型魔，但是要六头。哦，香菇不腻。你的地方啊，反正接的。好，等打完要休息一下。我想说，我大锤怎么突然叮一声？大锤剑切。我以为是你的大锤挖到宝玉了。够。够，好了。天翔龙闪。山峰啦。乐影。哦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何洛影，抵达现场。我要吃饭。所以江江现在急诊了。八十。八一。加油。还在八号那边，不过他是用没有，他在毒妖。可以撞啊，可是我没石头了。好，换我。又不行了，没事了。都不能了。我操！他听到你要撞，他受不了。不行。他脚要爆啊！快爆脚了，八龙。啊！可以。哦，这附近没有。西村，得到他了，你要过来了。我正在赶路。我被他开好了。开撞。要去哪？要去哪？要去哪？一定要这么窄吗？打到他的屁股。噔噔噔噔噔。可是豆哥会撞到天花板哎。极大了。好。怎么我快就倒了？因为我在打错级啊。我头撞到天花板，好痛。好屌。我配，去打吧，好挤哦。我没有捡石头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好哎。真的吗？那就在这边。猪脚脚开始。我不收下来。你看，好了。好了。丢落石吧！怎么了？他跑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掉，他没有掉。撞他！我有事。
哎、欸，不会破坏，可是不是假的。没有人要来。哦。你要来我就磨刀。我的。哎、欸，不要咬我。没有要用落喜吗？我在慢慢的，我再过来了。什么手淫？啊，倒了，倒了，我不动手淫。差点被真变成真正的不动手淫。他又倒了。可以撞。啊。交给你了。这要倒地。这撞墙倒地不是很快就起？对啊，但是有伤害啊。呼角角开始，爆了爆了！药水喝完了，我只能撒粉了。爆了一发。上面还是努力，还黄着眼。哎、欸，刚才直接撞就好了。挖尾巴，挖尾巴，挖尾巴，挖尾巴。哎呀！等一下，我要捋肉。要不要先回家补补那个水啊？啊，那边营地很近啊，就在这边。会跑哎、欸！猛牛龙要来了！妙龙又在下面。哦，他走掉了。我睡觉吗？给他睡吧。睡睡睡。哦，睡了。脖子后方，这里。慌了。我捡东西。哇，这墙，这种墙壁感觉不会，哎呦。啊，赶来不及，不。阻止你挖骨头，我来挖龙，不要来吼了。一个钢脚，掰卡。对，嘿嘿，对嘿嘿。OK， 两个新增壳，两个重壳。钢爪，快炸！想去哪里？上面
哎、欸，跌倒。暴雪风飘龙飞过去。等一下，就都骂的。不大赛。这边吧，我来了。我这边也可以。好，这边也可以了。好。啊。我的天，两个大宝玉，大钢脚。这次就没有拿到钢脚了。哦，有。